给个机会，别填原创 rap 吧。不填不填，没人填。别填了别填了，给个机会，第二志愿填，求了，给个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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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江，我想原创 rap。阿江 ，rap together。But not a master I rap. You know rap? Not a master. Because you say about that 陈耀子, you know. What? If you 陈耀子高, you can get what team you want. Top, it's top, right? Rap. 你要听 rap? 那我求你了，给个机会嘛，给个机会。别呀、啊！你给我机会啊！别填 rap 啊，给个机会吧！林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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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吗？没有，我想让林墨别选 rap。嘘，闭嘴吧你！好，现在我们将为大家播放 demo。首先是声乐专业的三首歌曲。老师，就是我想请问，假如说我是能有机会站上二公舞台，并且是倒数第一名，假如说我有资格，那这个资格的作用体现在哪里？正常情况下，不管你是第几名，我们首先是看到的你那个时候你填的是第一志愿满没满。如果第一志愿没满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进入。有谁知道你填的那个志愿的那个最后一首歌是不是到最后刚好为你留着的？很难讲。别选 rap 了，求求了，求求了，给个机会。没有 rap， 我就是想选 rap。我你选了，你绝对占个名额。我什么？我绝对占个名额。你肯定占名额。不是导演，他导演组那边也要审核。我现在就是在担心审核我审核不过。那我不帮你。下一个，下一个，第五排，五排，你想好没？你想，陈俊杰想好没？李飞扬了。Come come come， 回去。你选啥？你选 rap。九。你选 rap。你好歹还是电竞兄弟。